省钱专业户，瞧不起一块钱的人终将为一块钱哭泣，爱花钱一族，把钱变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吸金强者，听说他超厉害的，业绩永远是第一名，这新来的业务经理啊，是个黄金单身汉，有钱的加个好友吧，不用了，而且他不需要你这个好朋友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那你打算怎么追求他？想个办法让海阔对可可死。在情感的世界里，不同的生存原则。我们两个价值观差太多了。金钱为上还是爱情无价？完全省钱恋爱手册，5月2号起晚上10点优频道，4月29号起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